来到了北台湾非常著名的淡水，相信啊，大家对淡水应该不陌生吧？淡水仍是台湾早期开发的地区，往昔的货物啊也是靠船运的时期，舟楫兴盛造就了今日淡水的繁荣。想知道淡水要怎么玩才精彩吗？就不能错过今天的娱乐新世界哦！现在就一起跟着咪酱一起去体验淡水风情吧，走喽！成功转型的淡水如今已成为国民周休假日休闲去处的首选，不仅让您体验渔村风光，更让您享受海口美景与道地美食。更多淡水的精彩内容都在今天的娱乐新世界。淡水位于台北盆地的西北方，淡水河的出海口旁边还有大屯山的围绕，是一个具有山城和河港特色的地方。古民互为的淡水，景致优雅，人文荟萃，以烟霞细照的优美景致驰名远近，是台湾北部著名的怀旧景点哦。今天呢，我们来到了淡水，非常的开心能够请到淡水的导览员金枝阿姨来帮我们做介绍。金枝阿姨你好。谢谢。你好。你好。金枝阿姨，我知道啊，淡水这边以前是一个旧渔港，那你可不可以帮我们介绍它是怎么样成功转型的？原则上来讲，这是我们淡水的第二个渔港。那第一个渔港是在接近老街的尾端部分，那因为潮汐跟功能上的扩大，所以呢，我们另外在这个沙仑地方当我们第二个渔港新建。那在1998年的时候，我们行政院渔业署他说渔业生态的改变，那这个渔港呢就发展成为结合的休闲观光跟渔业并存的条件之下，然后发展成今天成为多功能性的示范渔港啊，休闲观光渔港，它是成为我们台湾的翘楚。金枝阿姨，可不可以再帮我们介绍一下，就是目前改革之后啊，这边还有哪些观光设施呢？我们有一条非常漂亮又浪漫的木栈道，我们有提案咖啡，在这个木栈道的下面，有非常的浪漫，气氛也不错。还有我们这个主角，这是我们淡水的新地标，叫做情人桥啊等等的设施，然后结合了蓝色公路跟淡水很漂亮的景观夕阳之外，所以它这个地方一直是我们人们休闲假日很喜欢来的地方。那目前呢，在渔人码头这边的渔业渔产的发展状况是如何？我们有一个观光鱼市啊，它做这种龙鱼产品的促销。再来就是我们这里有一个商店街，可以结合假日来的人潮啊，做一个适当性的消费。淡水这里最有名的小吃就是淡水鱼丸。为了让大家能够了解淡水鱼丸的由来和历史过程，淡水鱼丸博物馆便成立了。它可以说是淡水第一家以鱼丸为主题的博物馆哦。大家知道吗？淡水的鱼丸，还有南方澳的鬼头刀鱼丸、台南的石目鱼丸以及高雄的旗鱼丸，分别啊是我们台湾四大非常具有地方特色的代表性鱼丸哦。我想在咪酱旁边这边应该是打鱼箱的机器吧，我们现在来请教一下这边的馆长。馆长你好。主持人你好。馆长，这一台是打浆的机器吗？其实这些都是打浆用得着的机器，现在的机器都会用不锈钢嘛，在还没有不锈钢的时代会用木头那你背后这个是石头这个石头。馆长，当初啊，淡水这边怎么会有鱼丸呢？这个哈，淡水以前有一句老话说，六月刷到五拖，就夏天的时候鲨鱼太多了吃不完，所以才想办法做成鱼丸。馆长，你刚刚提到说啊，你们这边的淡水鱼丸是用鲨鱼做成的，是用哪一种种类的鲨鱼呢？主要是鹅刷、香鸡啊、小刷这几种。
淡水鱼丸非常的有名啊，可不可以帮我们谈一下，就是说，它好吃的地方最主要是在哪边呢？你刚才提到四大鱼丸哈，只有淡水鱼丸是有包馅的，其他几乎都没有包。那淡水鱼丸会在鱼丸馅里面包这个肥瘦相间的猪肉，啊，让它味道比除了本来鱼的味道，还有肉的味道，变得更鲜甜、更好吃，这是它的特色。哇，听起来真的是非常的好吃哎！那馆长可不可以带我们去看一下，到底好吃的一碗是怎么做出来的，好不好？我们从这边，我们去做。馆长，像啊，淡水的鱼丸目前还是用传统的手工做的吗？哦，现在都是用机器做的。它的做法大概像这边讲的，鱼肉搅一搅变绞肉，打一打变鱼浆。挤一挤变鱼丸，煮一煮变鱼丸汤。好，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做咯。那馆长先帮我示范一下。好，我们先拿起一点点鱼浆，放在手上。等一下你要从虎口，像骑脚踏车一样从虎口出来嘛。啊，你要挤出来之前，要先把鱼丸馅填在里面。例如说，你拿一些鱼丸馅填在这里，然后你让它进去以后，从虎口这边出来。哦，它就自然的就是会包在里面，就是捏成一个圆弧、圆球状的。对，然后放在水里。哇！来试看看，鱼丸馅。对，包在里面。对，然后从虎口出来。以前都是用手工吗？对，还没有机器之前都是用手工。所以以前我们有一个师傅啊，快手。漂亮嘛！一般的民众啊，来到这个地方，我们除了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图片的介绍之外呢，这边呢、还提供了像这样子，就是鱼丸的 DIY 体验活动，让小朋友来认识一下台湾这个鱼丸的饮食文化。馆长，那这样子大概要等多久它才会熟？大概八分钟就会熟。那也差不多啦。差不多，这已经熟了。已经熟了。你看，你做了鱼丸。真的好有成就感哦！哎，那像这边的鱼丸呢、就是吃起来和口感怎么样？其实它弹性很好，弹性很好，吃起来哇刷刷那种感觉，乒乓球吗？看，哇，你看，它真的很有弹性哎！对啊，它本身弹性很好，吃看看。那现在米长就来尝鲜，鱼跟肉混在一起的味道，那大概就是所谓的山珍海味，味道蛮好的。以前人虽然说他们比较穷，但他吃得很好。哇，好棒哦！这种感觉真的好棒。在淡水老街内，除了有好吃的鱼丸之外，还有许多淡水著名的传统美食，像是阿给、酸梅汤、铁蛋及多样化的海鲜加工制品等，看得令人眼花缭乱，真叫人忍不住口水直流啊！来到淡水这边呢，还有一个非常好玩的观光景点，那就是巴黎。我们可以在淡水老街搭船呢到对岸的巴黎去哦。为了使淡水河下游两岸吸引更多的消费人群，政府推动内河蓝色公路，希望借由淡水河稳定的水量发展水上旅游，让民众可以轻松地从淡水老街渡船到对岸的巴黎。巴黎位于台北盆地的西北端，淡水河出海口的西侧，拥有丰富湿地与自然景观及开阔的海上景致，蕴存丰富的自然与人文历史。在淡水巴黎左岸这边呢，还有一个你们绝对不可以错过的观光景点，那就是观海长堤。这里啊，可是欣赏淡水河两岸、淡水河出海口以及淡水暮色和夕阳余晖最佳的地点哦。赶快为自己安排一个悠闲的下午吧。周周看节目抽好礼，离岛双人行大奖等你拿哦！最精彩的内容千万不要错过，题目就在影片中。淡水呢，我们常常会看到有许多的山板在港边，像这样子载浮载沉的。其实啊，这是淡水早期的渔民赖以为生的重要捕鱼工具。
山板在当时提供了往来避风塘或用于水上垂钓、渡河等，不适合远洋航行，仅局限于内河或沿海使用。早期的山板利用木材制成，并用摇橹行驶，后来则改用玻璃纤维造船，并以电动马达作为动力。大家看一下这些可爱的山板，看起来是不是很有彩绘艺术的感觉呢？听说啊，它的图案跟颜色都有它代表的意义哦。我们现在马上去问看船家吧。大哥你好。你好。哇，大哥，我看你们淡水这边啊，有很多色彩非常鲜艳的山板，可不可以帮我们解释一下它的船身有什么一些比较特别的一些含义吗？没有，山板现在主要是分三种颜色。哪三种？主要是红白绿。红白绿。对。那上那边我刚刚看到啊，在那个中央有没有圆形白色？那代表什么意思啊？那圆形是代表太阳啊，旁边弯弯的是代表海浪啊，绿色是代表海水。哦，所以每一个颜色啊，还有图案代表的意义都不太一样，是不是？大哥，我刚刚看到有一个鱼眼睛，哎，鱼的眼睛是以前的传说，说代表我们出海去帮我们找鱼，让我们鱼后量回来，鱼后量更丰收这样。哇，原来看似这么简单的山板啊，它背后有这么多有趣的故事啊。真的是，我觉得真的还蛮特别的。现在在淡水的山板，还有少部分的渔民利用它在沿海进行渔捞与内河的文蛤作业。早期淡水河口盛产文蛤，渔民以捕捉文蛤为副业，每逢五月到十一月，只需简单的渔具及天然的潮水就可以捕获文蛤。这样子，你看，这样子，这样子。大家有没有看到？这个就是北北刚就是放在海里的那个器具。那这个呢，就是他们一般就是早期那个爬蛤的那个工具。然后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一个那个网袋。你下去哈，啊，这个放这个，啊，这个头里来。蛋姐，蛋姐，北北，这是什么啊？这是大拿啦，这个讲一拖老哈。嘿。咱台语拢土话拢讲到。拖牢就对了，安尼拖牢，拖牢就拖进去，就拉。北北，你的意思是说啊，就是顺着那个海流的方向嘛，啊，然后竹篓就是放到水里面，它的用意是在拉力，拉力，就是拉力，对不对？啊，它是要增加那个船的速度吗？这样拖了以后，啊，再拖一点就对。啊，我懂了。其实北北他刚刚的意思呢，就是说。大的那个竹篓啊，像这样子的竹篓放下去之后，然后借着海流的速度，然后刚好后面这边就是放那个耙子嘛，啊，耙子水在走的时候呢，然后那个耙子相对的在移动，蛤蟆就会附在那个网子上面，对不对？所以它就是用这样子的原理来抓蛤蟆的，北人家很辛苦哎。哦，这样子，再来收这只。阿北，我们来收我们刚放下去的。这一只好了，第一只。好，第一只好，第一只上不好使，坐上去。不知道，待会会不会看到蛤蟆？哦。这个时候有没有可能会爬到网文蛤啊？啊，掉下去了。哎呀！这样子，这样，你看到？哇！所以这个篓子是主要拿来那个放那个蛤蟆的那个篓子啊。对。由于淡水河的自然生态改变，造成文蛤产量比以前要来的少，因此呢，爱护离我们最近的淡水河就应该从生活环保做起哦。此外，听叶大哥说，淡水这里还有一个老先民捕鱼的技法，到底是什么呢？赶紧跟着咪酱去瞧瞧吧。看到没有？北北好棒哦！北北好厉害。淡水过去名为护尾，是因为这里兴盛的石户渔业。据史料记载，淡水北海岸的石户总共有30余口，一直延续到三芝与金山一带。但目前石户仅剩第二渔港至沙仑沿岸以及6块厝渔港旁。现在咪酱所在的这个地方呢，是在淡水的沙仑海边。那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是淡水的渔民施北北。施北北，你好，你好。施北北，我问一下啊，就是你们淡水这边的石户啊，是怎么捕鱼的？啊，现在呢，刚刚啊，在盐源的网，对不对？那边一大片全部都是石户，是不是？都是用石头墙搭起来的。哦，安尼鱼个点吼，
我今嘛鱼啊，今嘛水大了点嘛，水草，嘿，大了点吼，啊鱼啊今嘛去买一捆的，轻的去买遐的吼，啊只红鱼得得个落个洞，啊弄看鱼啊，啊今嘛外口还佫有条网啊，啊只弄出来就也走，咱佫走一网啊，只。石户必须在潮间带宽阔、风浪强、潮差大、与石材取得容易的地方发展。现在的沙仑石户已转型为比较具有教学与体验的功能，而过去这里的渔民会在潮水快要退去之前，在石户外围设置渔网，并以人工方式利用竹竿去敲打躲藏在石户底下的鱼群，当鱼群受到了惊吓，自然会落入渔网陷阱中。石户里丰富的鱼虾贝类不仅滋养着靠海为生的人们，也滋养着各式各样的鸟类生物，形成一个完整的生态系。来到淡水，别忘了到此一游哦。周周看节目抽好礼，离岛双人行大奖等你拿哦，最精彩的内容千万不要错过，题目就在影片中。品尝过了淡水的人文历史与渔业资源后，米蒋沿着淡金公路往北走，推荐大家可以到北海岸的浅水湾去踏踏浪，或者是去石槽吹吹海风，以及台湾最北的富贵角灯塔，一览北海岸的美丽风光。除了景点的游憩观光外，在一旁的富基渔港也是您不容错过的尝鲜圣地哦。宁静又鲜活的渔村蕴藏着凶青叶海产美食，多样化的选择保证满足您的味蕾。秋冬呢是螃蟹最肥美的季节，肉多汁美啊，让不少的老饕拜倒在蟹脚之下。米蒋，我吃了这么多的螃蟹，可是呢却不知道是怎么抓蟹的。听说在富基渔港这边呢、有一位抓螃蟹的高手，到底是谁呢？我马上去拜访一下喽。曾大哥，你好，你好。哇，曾大哥，你现在在做什么啊？整理螃蟹。在整理螃蟹，是你们在沿海是有放笼具吗？还是放蟹笼？放蟹笼，这个就是蟹笼啊。对。哎，那像你们一般捕螃蟹是怎么捕的？我看它好像很里面好像很有玄机的样子，可以帮我们介绍一下吗？这个很简单的，就是里面放那个鱼饵而已。鱼饵。幼的，幼捕的。哦。那就这样子。哦，所以。我发现到啊，就是每一个像这样子的圆形有没有，然后它都有个口，对不对？三个，然后螃蟹就是以为说里面有东西进去吃，它有闻到味道它会跑进去。以前旧的是一个口，现在是三个口，它要进去比较快。看到这边啊，真的好多螃蟹哦，好像种类很多，要不要一个一个帮我们介绍比较特别的？特别的就是这种我们叫金门蟹。金门蟹可是螃蟹捞上来就会固定，就用绳子固定住。捞起来就马上要绑，不然它会咬或死掉。这个叫做金门蟹。那像其他的呢？其他的这种是花蟹。花蟹。然后像这个，这个它的形状很特别，有三个点呢。这个叫三点。三点，三点蟹吗？那像里面这个呢？这没有介绍到这个。这个。嗯。我们叫九斤嘛。鸠金，像我们一般啊，就是民众都会就是到那个市场啊去买一些螃蟹嘛，那要不要教我们一些就是怎么去分辨好蟹的那个 paper？ 好蟹基本上要螃蟹你最好是吃活的啦，压到这边，压这边，硬的话就是有肉，软的话就没有肉，软的话感觉里面都是水有没有，然后不饱满是不是？所以像这样压下去，然后硬硬的，所以这个应该是很有肉，肉应该很扎实，对不对？富基渔港设有完整的观光鱼市，数十家的摊贩摆满了琳琅满目的海鲜，每摊都使出浑身解数叫卖海产，红彤彤的螃蟹，灰滋滋的沙虾，白中相间的大蛤蜊，以及色彩斑斓的龙虾，让鱼市呈现喧闹不已的热闹氛围。
来到富吉渔港呢，除了可以逛鱼市买海鲜之外呢，我们也可以将买到的海鲜请附近的店家代客料理哦。这个啊，也是富吉渔港的一大特色。那现在就一起跟着咪酱一块进去尝鲜喽，走。好，老板娘你好。哎，老板娘，像一般呢、啊，在富吉这个地方最受客人欢迎的、最受客人喜爱的餐点有哪些呢？哦，一般我们的客人来这边，大家都会点螃蟹用清蒸的。清蒸。对，清蒸的，然后再来就是也有那个咸酥的。咸酥的。然后再来就是炒洋葱蛋，然后就是炒麻油。比较香，这样子、哦。所以其实用螃蟹可以做出很多一道道不同特色的一些餐点。对，其实清蒸的，我们是不是可以直接去享受到它的那个，就是它原始的那个鲜美的味道？鲜美，对对。嗯，果然很甜，很甜，又很鲜哦。对，非常的鲜呢。那像这一道呢？有一些客人他比较喜欢重口味的部分。然后就是他可能会把它拿来当就是做咸酥，哎对，就是石蟹下去做咸酥的。哦，那所以他这一道是用咸酥的方式下去做料理。对。那像前面这一道，这个是比较着重于那个洋葱的部分，嗯，然后就是它是洋葱蛋，它也是热炒方式。嗯，好香哦。很甜哦。对啊，很甜，就是那个蛋的香啊，加上那个洋葱的那个味道，它可以把那个。就是螃蟹本身的那个甜度，整个提味上来，真的好赞哦，好好吃哦。那这一道呢？这道是那个红鲟麻油，它是加了姜片还有麻油下去爆香。哦，对，你可以试试。哇，它软好好多、哦。对，这个就有软。哇，这个非常的明显呢，看一下。螃蟹的壳的那个内部啊，你看有没有这一侧满满的那个蛋？这是母的，对不对？这是沙母吗？沙母，对，沙母。一般妇女坐月子的时候，他们都会买一些沙母回去，然后下去做那个做炖补的那个。哦，就是它可以拿来做那个坐月子的那个调理餐，对不对？对对对。从过去的传统渔村演变成现在炙手可热的休闲观光，淡水与北海岸已经成功地走进人民的心。这里不再是历史与岁月的记忆，而是创造更多动人故事的舞台。结合观光、休闲以及传统乐的北海岸，是不是让你们有不一样的全新感受呢？希望大家有机会啊，可以来体验北海岸的渔乡之旅哦！娱乐新世界，我们下礼拜再见喽，拜拜！周周看节目抽好礼，丰富大奖周周送给你。节目中所提到的淡水鱼丸包了什么馅料？淡水山板前的白色圆形图样代表什么呢？节目中抓蟹达人是如何捕获螃蟹的？